各位罗岗的乡亲朋友、桃园的朋友，还有我们台上的贵宾、渔民委员，我们好多位议员朋友，还有议员朋友的伙伴，老旺大哥，大家午安，大家好。好。还有我们是普通人哈，大家都期待的一年一度的龙岗米干节，从现在开始正式开幕。刚才我们在高升的带领下一路走过来，一路洒水洒水，把这个高升祈福过的这个水洒给我们沿路的朋友，希望说有这个水洒到身上，接下来日子一切都顺利平安。那么这个洒水祈福是我们每年龙岗米干节一个非常重要的仪式，也是我们绕街启动的仪式。那么再下来有很多很多非常非常有特色的活动，包括今天等一下在傍晚，在我们龙岗大操场有我们很多滇缅泰的歌舞表演，还有过几天一路下去好多天，我们有长桌宴，有美食，还有一天我们很多国外派来台湾的外交使节也会到这边集结，品味我们所有滇缅泰的美食。我想去年我们办这个龙岗米干节相当成功，我们希望今年比去年要更进步更成功，透过我们所有我们龙岗米干，我们这边终身商场的所有的朋友的努力，我们所有在这边所有业者的搭配，还有我们市议员朋友，我们这个业者的这个合作，我们一年一年一定可以把我们龙岗米干节越做越好。我对今年接下来的早几天我们的米干节非常期待，也希望说我们所有龙岗的乡亲、桃园的朋友，甚至台湾的各地的朋友，都有机会来体会一下我们滇缅泰的文化美食，还有这边的异域风情，一定会不失所望，满载而归。谢谢大家，谢谢。掌声，谢谢市长带来的勉励以及祝福。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就要有请我们的姑娘们来为我们的贵宾们呢，来送上我们祝福的。